今天又来到了演员系列，这次拍的内容是王品集团肉刺方的广告。看看这次定妆的造型，就知道我演的是一个可爱的店员。在跟导演讨论脚本的过程，就知道这次是一个好玩又很坑又很洗脑的广告。定妆完成，正式拍摄。经纪人，顺便是女友。这次拍摄的内容就是一直跳重复的舞蹈跟浮夸的表情动作。我居然要踩木箱才可以跟女主角一样高。因为片长的关系，所以这次我只会放一些广告的片段，所以想看完整版的朋友可以上 YouTube 搜寻王品集团肉刺方就可以看到咯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广告的片段吧。大大的了眼的大吃特吃大头大头吃肉也不愁大大的了眼